香吗？就它这就一星就行了，我们升级啊。给我再量一量论文。老医学会得癌，这质量我操！哎呀，重新给猫，第一次见，那第一次见的东西还多了呢，没毛病啊！他来回在闯，其他的都一星就行。百吨我吃一万吨，这我吃屎！其他的都一星就行，再给我来俩论文，这把不吃劲儿我吃屎。听见没？我吃一百吨，再给我来俩论文。这把不吃筋儿，我吃屎。没毛病吧？有毛病吗？论文来了吗？没来呀，那不来了一个吗？非得要降一手的，完事还整个那些威胁我，哎呀，取关。就好像这主播言而无信，然后就要取关，说生气了，自己生气了，威胁我说取关。你看累不累？还得给我道歉，多累呀！我都累，说实话，我都累，我玩的都累。上个播音女儿，开错盘了，哦，不好意思。应该不能给装备了，要喂2块钱啊，才给2块钱。哎呀，灵魂莲华明咒，神射手，上俩射手吧。上把真的，我跟你们说，上把就是前期没卖血呀，也不是前期没卖血吧，装备爆的，哎呀，实在是不太好，说实话。玩的累呀，这版本儿，我这个版本儿爆的装备都可烂了，我都不知道为因为啥。这版本爆装备爆的特别烂，就你要啥没有啥，要啥没有啥，回回都是没，很少能有说你要啥来啥的这种情况吗？基本没有，给的装备都可糊涂了，不知道怎么给的，这都是。还行，划了是俩，反向爆装备，感谢等一个一。要不咱也别忠于瑞文这个英雄了，吃把鸡儿得了，行不行？也别太横，这玩意儿弄吧，不给爆装备你也没办法，不给爆装备也不行，不给英雄也不行，没办法，咋办呢？吃把鸡儿得了。玩的这瑞文玩一天没劲，老跟我作对，真的老跟我作对着，这把连天选之人都没有，你都不知道玩啥。
幸亏瑞文没删，不然真得吃了。我的妈呀，那瑞文升三，你知道瑞文升三一个护盾加多少，一个大招甩多少伤害不？那四费的英雄升不升三星，你知道差多少？100%吃金，100%。哎呦我积木，差一点点，让他弹舌头了吧？这把走月神，随便升吧，谁升都无所谓。这厄斐琉斯这装备还可以啊。厄斐琉斯得先要个攻速，羊刀比较重要，其实电刀也行。我跟你们说，厄斐琉斯出电刀好像能让那个炮台触发，是不是？先来攻速，羊刀、电刀加上那个春哥或者是饮血剑都可以，来点容错率。别拿这个，别拿这个，真恶心呢！攻速没有了，先来大棒子，羊刀得要。最好的装备是双电刀一个羊刀，那容易死啊。那不是容易死了吗？那也太容易死了吧。寒冷吧，谁需要来一记重拳？猴红刀、羊刀、复活甲也行，不行，我先给个饮血得了。我先给个饮血吧。女神那儿给也给你了。攻速太慢了，这攻速慢的都有点吓人，这攻速太慢了，慢成这个样子，我天哪，真的慢呐。上个大树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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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绝活四月神，我是啊，那不上月神上啥呀？没东西上啊，上着玩呗。这波要能赢了，我就把这仨卖了；赢不了就拉倒吧。这回我要攻速了，你多给我爆点行不行？哎，这回我要攻速了。
青龙刀是一定要有的装备，不知道为啥先出饮血剑，怎么就一定了呢？为啥就一定了呢？哪有一定的呢？我上个猎人不行吗？行啊，你有枪没？你有枪，你上去当猎人去，挺好的。这攻速爆的可以啊！再来攻速。先给羊刀，要不然攻速实在是太慢。先给羊刀，不先给电刀了，先给羊刀。这把咋这么多烟垂石为烟呢？来四个斗士就行了，来个弩弩，来个狼人，来个万豪，大树撑撑场面。在我厄斐琉斯刚拿到一个攻速的情况啊，就来了一只这个就来了一只劫，把我给劫住了。来了一个小劫，你说这人马他生不生呢？这人马升着上去玩啊，也行吧。又碰上劫了，别偷塞拉斯，不是厄斐琉斯了。厄斐琉斯争点气吧，厄斐琉斯，厄斐琉斯来点虚区吧，厄斐琉斯啊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太难办了，一张厄斐琉斯都没有啊，真是令人头痛啊。要不然我还是换个路路得了。鹰嘴卖了，不要了。我一直感觉这塞拉斯的这个皮肤有点像沙和尚，这怎么回事？咋这么多劫呢？这把呀？这把没有春哥感觉是活不下去了。对，还闪避了，我操了。没事，那个五连败也可以。还不是我先出去啊，
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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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舒服了。月神没三星肯定是不行。给你电刀。这回应该猛一点了，有饮血剑，有电刀了，就猛了。突突突！哎，无敌了，兄弟们！大狼人，那怎么一个厄斐琉斯也没有活着？就一个厄斐琉斯都没有，我的天哪！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。那月神一张也没有啊。有同行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同行，没有同行。你见过厄斐琉斯的吗？有吗？啊，来了一个。一会儿塞拉斯删了。哎呀，你先给我升个两星不行吗？啊，你先给我升个两星的不行吗？这局准备第几出门？第四吧。给点装备吧。哎，这个日炎可以。一切的一切往往都是这么的恶心啊，也没办法。这三块钱英雄哇哇出啊，我天哪。来吧，四斗三裂。这个日炎给狼人了。无敌了，目前来讲是无敌了，我跟你们说，目前来讲啊。三星在现在的时间点还是很猛的。
为什么三星了？因为我开挂了。我电他，电！我决定攒个100块钱，我再开地。有同行，别等，那不是同行，他是猎人，我们是月神，不一样。我给你看一下啊，哪的那个？这家吧，应该是他走的是猎人，我们走的是月神，不一样。给狼人来个装备吧，给狼人来个锁子甲，行不行？这把的劫比较多，我们给狼人来个锁子甲，让狼人一直挠。都要恶飞流失狼人，为啥不一样啊？不一样啊！他这不猎人吗？他走的猎人，而且他厄斐琉斯就一张都没有，他塞拉斯他也没有，我们怕啥呀？着啥急呀？对不对？不急的，这无需着急。大蛤蟆给他撇了，没有啊，这也。他是天选厄斐琉斯啊，这也没有啊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，操，这家三国卡特有点猛啊，我前排没顶过他。上营口啊，其实我上营口的意义不大，我上营口就找寒冰也行吧。你说我上营口没有寒冰我怎么整？我估计要碰上劫了，我把这个往上点，对，左下角放一个铅球。这就是没水银的瑞文，知道吧？就容易被秒。
我估计你们想看到这个四星的厄斐琉斯啊，就差点意思了，可能就。我估计是没有了。现在我们就差个寒冰就可以了。青雨可以给寒冰，不用青雨了。哎呀，这大树撇了好了。哎呀，没注意，有点烦呢。我得递个十块钱的了。怎么啥也没有呢？这厄斐琉斯怎么又让人干了？无论是站左边是站右边，怎么都是他让人干呢？这铅球都放下面了，也不吸收伤害吗？一个能用的都没有，你看气不气人？你说这。三个积木，我他妈要这三个积木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你差一张，一样差一张。地没吧，要不然这血掉的有点快呀。哎，这几轮怎么掉血掉这么快呀？天哪！不行，我得换到左边吧。拉斯，如果塞拉斯升了就有四星了，现在还没有。给个塞拉斯，给个塞拉斯，有没有塞拉斯？没有，看来是没有啊。没有的话给个小攻速吧，啊，让人拿走了。再没有的话来个零封吧，零封零封。拿贵的有道理，拿最贵的递出来塞拉斯的概率就能大一点，拿了一个一块钱的大树不一定能出得出来，是不是？
这波有点傻逼了。没事，我们这一波可能会遇到这小子啊，所以我决定把这灵霜给了，把他的厄斐琉斯给他吹起来。就这么战吧，可以。吹错了，吹个猴。给我突突兄弟，给我电，给我电。狙狙，呀。还有一滴血呢，这狼人怎么打不动呢？有没有塞拉斯 ？Nice 了，厄斐琉斯，你可升到四星了！我告诉你，你给我点力，给点力，听见没有？给点力，厄斐琉斯，给点力。你可四星了。你给我给点力，听见没有？卡特进来了，狙击。